内角球，这是陈杰宪式的安打。四爷陈杰宪连续九场比赛敲出安打了，哇，14支安打，包含了3发的全垒打。不过这一球有点挤压到，在左外野方向，高国麟顺利的完成接杀。嗯，有点可惜哈。一月的赛事因为台风的关系，哦，哎呦，先看到场上，这一颗球，好球进垒，被拉掉了。苏志杰只能摇摇头啊，三振出局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哇，那刚刚我们就看到那个镜头嘛，其实对陈真来讲真的是蛮危险的。这个变速球比较低角度，最后陈雄基是选到了四坏球保送。梁可这一棒送到了中外野方向，打得很高。不过申浩伟已经就定位完成接杀，一局上半统一 SM 狮队留下了2个残垒，没有拿下任何分数。